抓第一个球出手，这一球结果打穿了内野防线，形成安打。富邦悍将再度的扩大比分。赛上的高国联是轻松回垒得分。申浩伟，哇，打向哈库呢，最后穿出去的这一支安打是带有一分打点。我倒倒行啊，慢慢的慢跑回来得分，非常强劲哦。虽然说郭永维扑下去，不过。